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本年度最流行的产品，它就像那种有如金银箔一样薄的那一种镜面光泽的云彩粉，它本身很薄很亮啊，我拿起来拍给大家看，是不是？整个光泽的效果闪闪动人，而且它淡色的，它有不同的光泽程度，那这样子也许大家会觉得有点看不清楚，我可以夹起来给大家看，或许你会觉得诶，好像有点白白透透的，它不是白透哦，夹起来像我现在上面，大家看得到这上面的吗？有没有？这一色就是我现在要夹的这个，你看它是不是有点白白透透，它不是，有没有？这样上来之后它是很薄，这一戳就可以弄出很多，它整个都是这种闪闪动人的镜面效果，所以一点点上到您的指甲上就可以看得到一整个闪亮的光泽，非常的漂亮。那有一些深色的也许大家不知道它是什么效果，我来取一个来看看。超美的，而且它因为很薄，所以你轻轻一压之后它会变得比较细碎的效果，所以如果你现在会看到很多指甲上有一些不规则的那种闪亮的效果，就是由这种很薄很像那种金银箔一般的这种云彩效果粉，是不是好美？我们再试试看别色，简直是美翻了。我们现在提供的是一整盒的特别优惠，有12个颜色，其中淡的有6个，深色的有6个，可是它彼此颜色，比方说你把这种颜色两色混合，会制造出一个渐层的美感。这一个是今年度最流行的云彩粉，如果你也在找这种粉的话，赶快下手，因为到货不多，所以先下手，先享受。